梁國雄議員。主席，四個字，黨同伐異，這個就是 曾玉成在那裡做的事。那這個還是中立嗎？我就看不到。第二就是他說玩什麼，我覺得他真的說得太早。原來他叫人反省之後，有些人又想他反省，就爆他大鑊。這次真的玩什麼了？我老實說，初頭未這個公開 WhatsApp 的時候，誰人說過他啊？沒人說過他，是你們自己要曾鈺成出來上斷頭台。喂，關我什麼事啊？我都沒有罵過他啊，是不是？還讚他添。那你但是你們自己現在這班人是什麼人來的？誰個懟他出來的那些還在這裡說不要叫人家不要不信任他？你就不信任他啦，就是你不信任他才將他擺出來而已嘛。有誰啊？我偷的，我的 WhatsApp 假慈悲，還有多少人要哭鱷魚眼淚？我知道，我打個 WhatsApp 給他的，我說主席言多必失慎言，真的有人爆他了。那個 WhatsApp 在我那裡，我星期打給他，我言多必失慎言。他還幽我一默，就是說哦，你是不是在說自己啊這樣。喂，我真是真君子啊，我叫他不要再說，我明知一定 有報應啊。這些事嗱，曾鈺成是犯了幾大錯的。第一，他說他不在那些爭議性的話題上面說話，他說話啊？他最爭議性的話題就經常說話，已經濫用了主席的權威了。不過算數，我都說他有時我扔東西他都有得我，就算數。第二，掛名投票，話明投票，喂，他說明啊，會投票啊。梁國雄，你時間到了，還有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？